大明星李连杰在26号欢度了49岁的生日，全家福的照片被朋友放上了微博。那么励志呢，还是相当优雅，和老公并肩搭腰，搭上女儿，两个女儿都非常漂亮，一脸幸福模样。大陆女演员吕冰冰也在微博送上祝福，说很想念那个在少林寺的李连杰，在我心中你永远都是叫绝远的帅小子。大明星李连杰在26号欢度了49岁的生日，全家福的照片被朋友放上了微博。那么励志呢，还是相当优雅，和老公并肩搭腰，搭上女儿，两个女儿都非常漂亮，一脸幸福模样。大陆女演员吕冰冰也在微博送上祝福。大明星李连杰在26号欢度了49岁的生日，全家福的照片被朋友放上了微博。大明星李连杰在26号欢度了49岁的生日，全家福的照片被朋友放上了微博。那么励志呢，还是相当优雅，和老公并肩搭腰，搭上女儿，两个女儿都非常漂亮。那个在少林寺的李连杰，在我心中你永远都是叫绝远的帅小子。漂亮，一脸幸福模样。大陆女演员吕冰冰也在微博送上祝福，说很想念。